高雄终于有了一家真正属于夏日港都城市的店 Moonsun Boutique。 这家店结合了海边生活文化与异国舒适美食，位于西子湾渡船口附近。店内以某比基尼品牌为核心，在与其他异国品牌精品合作，让店内产品多元化，更加丰富。一入门看得到一整排的比基尼展示，还有很多非常文创的相关商品，内用有四五张双人桌，环境非常舒适，会让人想坐下来发呆一整天。之前会知道这家店，是因为店家开幕时办了一场比基尼单车游高雄活动，店里还有两三只超可爱的电狗，非常的亲人。喜欢狗小孩的朋友可以过来逛逛，餐点有贩售五星素的饭类、舒适意大利面、塔可饼盒、小点心类，还有让麦麦超级怀念的南美洲古稀碗，当然不能缺少夏日特调饮品，风味饭230元，糊糊和粒粒分明的米粒混炒，吃起来非常清爽，口味不复杂，完全无负担。番茄意大利面佐豆腐丸260元，美味的茄汁酱搭配好吃的 pasta， 豆腐丸有着扎实的口感，香料调味非常深口，吃起来有仿牛肉丸，带有浓浓的豆香味，带点酸甜，相当爽口，让人一吃就回味无穷。酥炸白花塔可180元，非常推荐。白花野菜果粉炸得很酥脆，加上特制的甜菜梗酱，搭配在台湾少见的库斯库斯，这塔可饼口味迷人，一盘两组，麦麦一下子就吃光光。最后保留了甜点味，点了一碗芒岛莓果碗270元，但热天吃超级舒服，满碗的燕麦坚果配芒果跟香蕉，还有椰果片，让麦麦想起住巴西时的日子。整体上来这里可以购物买冲浪服饰，又有美味健康的食物，又有超多亲切健美的冲浪妹店员，真的值得一访再访，推荐给大家。